们。同时最重要是为自己身边另一半选购一款 Citizen 的手表，包括刚刚我们讲的30周年 ProMaster 是限定表款，在表盖的部分呢会有 logo， 然后有编号，而且有陆海空不同的风格，欢迎大家稍后可以进入品味时光屋，到7月21号以前都可以参观，然后欢迎打卡分享做问卷，就有机会得到冰咖啡。好，我们请两位男神呢将视线先稍微往右边转一下，谢谢。我们这里有很多朋友都来支持你们，尤其这一区哈，没有办法遮到太阳，在烈日下的。好，麻烦看一下中间的媒体，大家辛苦咯。好，哪边需要视线帮我们呼唤一下，谢谢。两位男神都是在戏剧圈非常有才华，不管是在人物性格的塑造，或者是戏剧的演出，甚至是导演的工作，都勇于突破。就像我们的 slogan， 每一步都是突破。好，请二位将视线转到左手边，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贵宾，谢谢。后方也有很多的贵宾，谢谢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好，那边吗？举手一下，举手一下。好，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好，先看一下电子媒体。好，请两位先看一下电子媒体。好，既然是电子媒体，你们可以动一下。好，谢谢，欢迎。现在呢，3秒钟之后，我就会喊一句口号，每一步都是突破。听到破的时候呢，请帮我们按下去哦。好，旁边的人帮我们撤一下哦，以免穿帮哦。谢谢，稍微退后一点，让我们男神的画面干净纯粹哦。准备。OK, ladies and gentlemen, Citizen 要告诉你的精神就是每一步都是突破。好的，现在大家看到了我们快闪店的招牌已经亮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主打表款，哇，我们这个装置呢也启动了，超帅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请大家来参观 ProMaster 还有 Citizen 的表款，感受一下光动能的厉害，还有呢电波实际的魅力。最重要是它的准确以及高科技，这是我们独家的技术。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左手边来喊一个 camera 就可以打卡，有机会呢得到一杯冰咖啡。好，请三位视线我们来走一轮哈，先看中间 center of national house。好，麻烦左边 left side， thank you。好，快捕捉哦，三位型男很难得凑在一起。好，再换到右边 right side please。2019男人品味时光屋正式开幕，欢迎大家了解更多的产品资讯。好，现此我们先谢谢总经理，新充实总经理，谢谢。我是超级 star， 两位代言人请留步。好，两位代言人请跟着我们的表款合照一下，两位尽量靠近一点哦，谢谢。哇，这真的是梦幻的画面呢，只有 Citizen 办得到一次把两位男神凑在一块儿。实在是太帅了啊，太有型了，而且是最佳的示范，包括他们对工作的专业还有努力，这也是 Citizen 想表达的精神。无论你在什么位置，都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。 Better starts now。 好，请两位先看中间，麻烦，辛苦了。好，右边各位粉丝把握机会哦，帮我们多多分享哦，记得要宣传我们的快闪店哦，要 hashtag 一下哦。好，后面有很多粉丝在跟两位男神打招呼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中间的媒体大哥。好，撑住啊，撑住哦，正东的脸越来越红了，快点快点 ，hold 住 hold 住，左边左边，快中暑了，崩溃了崩溃了，来左边麻烦，好，最左边最左边，谢谢。好，可以了吗，各位大哥？好，来再来一下左下角左下角。谢谢大家在这么好的天气陪我们哦，谢谢各位辛苦了，代表 Citizen。